那只有八天准备的怎么样呢？哦，跳一些，七月我很期待。身体每天运动，气血好，看你们。要不要看？尖叫声。我们不工作的时候可以比较多。 没事，不断的。我每天都非常非常认真在运动，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到。是啊。新月演唱会，这个新衣第一幸福感动。幸福感动。特演。喜感。喜感。准备期待一下。 那我们现在啊，又让大家先给有一个第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好，我们要来选一下谁是炽烈的 soul mate。一场演会，真的，谢谢你想到我们，从这么多好照顾的，怎么了？你在算什么？ 请问，如果是山上跟海边的话，你喜欢哪一个 ？A 是山上 ，B 是海边。是，完了，有车是有什么行啊？A、山左。A、山上。你呢？好的。我那个左。山上。左呢？我的吗？这种聊着你讲的呀。因为现在是海边嘛。我在海边。海边。好，大家一起请坐下。 有问题了，他是我，从里面唱那个版本的。如果因为刚好是夏天，所以我就选大海。可是如果刚好是现在冬天，我可能会选山上。哦，好，那现在是这几位粉丝，对不对？好，那我们请这几位粉丝，把右手举在空中，我们现在跟室友爸猜拳。哦，可你们怎么样？这一点的障碍。 真的，就是你们是我的星星。可是，特别想刚刚到的时候。所以呢，我刚才呢，稍微去过星星，回来。真的，真的好感动。哦，前面去年、今年，你们特别辛苦，我知道。粉丝们，好多说支持你，支持你。 我真的很感动，我们越来越，也不长，也不说，把你们带到生活中。美丽的相爱，还有美丽的回忆，我想要继续多制作。我们这个缘分，真的，真的现在，我们奇迹，真的我们缘分。 真的喜欢你们，真的感谢，谢谢。我们也爱，喜欢你，也是来陪伴我们的心，谢谢。谢谢。那最后一首歌也是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对不对？굉장히마지막에굉장히특별한다고하는데，다같이 뭔가 할 수 있는 노래를 만들어야겠다 해서 만든 노래예요. 我想就是在我的专辑里面，想要收录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的这个歌曲，一起来唱的。그래서이노래할때는다같이그리고이노래할때는제가그냥팬분들이계속갑니다예그래서같이함께하는그런노래가됐으면좋겠어요希望就是这首歌写完演唱的时候，大家也跟着我一起。那我通常我就唱的时候呢，都是会就是唱这个歌，会一直靠着我的粉丝这样，就跟粉丝一起来享受这个歌曲。好。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黄致列，还有现场的观众。谢谢。